鹅多胖乎。今天六老家杀大鹅了，给了一只。一会儿搁酸菜给它炖上。嗯呐，搁酸菜好吃吗？两个大鹅腿儿，搁锅里温水，给它好好洗洗。剁了一大盆鹅肉，烧烧味儿家伙，这个起火快哈。油热，把洗好的大鹅到锅里炒上。他回来了，他也上这来炒的。你能炒明白吗？等鹅肉炒的差不多了，放点葱姜、花椒、花椒、干辣椒，再放点芝麻姜，放点生抽，添热水。啥也不用放了，盖锅先炖上一个点。正好老弟，你把草莓洗洗吃吧。姐，你啥时候买草莓了？这么大个挺贵的吧？不贵，现在拼多多暖冬水果试吃专场，这是我抢到的五斤丹东特级草莓礼盒，果农刚新鲜采摘的。这也太合适了吧！这丹东草莓真甜，这么划算怎么挑？想着大家都尝尝，我整了10000份特级礼盒，都是人工挑选。原产地现摘现发，添个收货地址的事儿，就有机会抢到这满满五斤丹东草莓，全都冷链上门。做了新的试吃链接，置顶在我的评论区了。点开能看到链接，就说明还有试吃名额，早点实现草莓自由。这一波赶紧冲，快点点。行，回头我也去看吧。老弟，你洗完草莓了，拿我给爸糖吃去啊、哦！我看妈饭做的咋样了。行。我要喝酸菜。上班都长白胡了。嗯呢。那，哎，也没有几颗了吗？哈，没有几颗了，也够吃了。你两颗吗？两颗。还是自己家腌的酸菜好啊，漂白的，搁这常温水给它投两遍，一会儿就下锅。鹅肉炖好了吗？鹅肉炖的差不多了，好了，我给它放上酸菜，真香啊。再炖半个小时就吃饭。锅里倒点油，咱今天再整个黄芪炒肉。油热了，又下锅里，放上葱姜蒜，放点生抽，泡好的黄瓜条，放点盐。大哥炖酸菜好了，出锅吃饭。哎，黄的酸菜啊，黄酸菜，大哥。你说酸菜大哥整的好，酸菜大哥呀，是吧？你要是大鹅炖酸菜，大鹅炖酸菜，气质立马就上来了。这啥呀？大脑袋啊！大脑袋，那心眼给他。我这大鹅脑袋，来啊！来我们这，我整不了吗？你整不了啊？心眼你吃吗？我不吃，你吃吧，你吃吧。我不缺那玩意儿，这是鹅脑袋和心眼都给你。你缺不缺？给你，快给快造吧。都脱骨了，这大鹅脑袋。这鹅脑袋会要会啃的，那可香了。这玩意儿适合下酒。
安排的啊？拉倒。蛇呢？你吃吧。嗯。你都吃了吧？我不吃。不吃、啊。嗯。都吃了。吃吧。这舌头。大锅炖酸菜是酸菜挺好吃，酸溜的。这会炖菜的哈，酸菜味儿可好了，是吧？刚得炖到时候，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。嗯。也炖烂乎的。对，它又挺烂乎的呗，是不是？烂乎。好吃不，儿子？好吃。慢慢吃啊、哦！你给我孙子那大腿呢？不知道大腿炖哪去了，炖丢了。没有，你的大腿。让你爸给你找，在盘里。儿子，给你。这你老特意给你留个大腿啊，来，爸爸拿过来。谢谢你。把孙子多吃点啊，我孙子不来我就少了，不少香着呢。